你是打不过我的，我才打不过你。完蛋了！救命呀！救命呀！呵呵呵呵。你贱人，别太宠了。妈妈需要牙刷。牙刷也有这个齿吗？没梳子就先代替一下。我们俩在这敲了半小时门，还行。饺子妈，哪里的那些很不堪的衣服？真的是来。什么？饺子，你先换上鞋，到沙发上，哥哥再给你啊，好不好？换个鞋。我进屋里了。然后呢？我看。哇哇哇！是我的天高跟鞋，这皇冠呀。对呀。这个是，这公主。啊哈，我帮你戴上吧。是什么啊？是衣服。这是仙子魔法棒。对，魔法棒。是辫子。辫子。辫子。对，可以缠辫子。大力指。对的。脚趾。脚趾。这什么呀？不是戴手上的，这个是戴，这个是项链。戴不上。你要戴皇冠吗？那、no。饺子，你爱吃什么呀？你爱吃什么？你跟姨姨说。你想吃啥？你想吃啥？别把它变成一只熊了。开始打扮了。变变。大林子。好，快来吧，我们一起动手。饺子要放。大林子，帮我拿下东西呗，来拎着去。那，哎，饺子一起。北极熊，我俩都是北极熊了。你把它当雪了吗？这是包饺子用的，给你们三个鼓掌。哎呦，我想试试。好，不用，你就拿下来。在面粉上揉。好，给你点这个面粉。哎，我觉得今天就你们俩给我们包饺子行不行？我们妈妈们都身体不好，我手破，我手破，我脚，我腿崴。不能再扬了，满脸全是了啊！我亲亲我的模子手指了，我想在这里前面。我也不会开车。那就你让妹妹坐前面，你坐后面开车呀。嗯。你坐后面带着她。启动。哇！哇！好了，哇！
往哪边走？你要喝水吗？大人质，你先喝水。我洗一手去。帮我洗。太重了。太重了。那我不想，那我不想了。我抱不动他。受伤没事的，勇敢。啊！妈，你别捏了，你手破了，你别捏了。你叫勇敢。勇敢。我，你不叫勇敢，我就不跟你好了。啊！我勇敢，这是我妈妈教你的，妈妈怎么会不叫呢？你叫我呢？我这太简单，我怎么觉得你这好难啊？你看他们俩都在包。哇，这手抓肉了。哇，这谁的？你家的吗？对啊，我的。我的。我不要那个东西。得问一下。我不要。这个洞洞是什么？后面的洞洞。我有个水。那我就再也不跟你说话了呀。这是手指头的。手指头我知道。我小时候也用过这个。我小时候也用过这个。你也用过这个。嗯。小时候。小时候。嗯。爸不想看你，你把手机转过去看。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爸爸。咦，我摔倒了，我倒了。告诉我下来，我倒了。扶起来了。哎呀妈！啊！我倒了。干啥呀？我倒了，你把我扶起来。告诉我是你哥。小哥，好假！这是我爸爸。哎呀，不是，就看了一下，让你介绍一下嘛。高兴了。
这是我一再不可以房间了，回家了。饺子怎么那么可爱？就是对我好奇，对呀，那个没啥的。哥哥也有爸爸，哥哥刚才跟你玩呢。给哥哥介绍一下爸爸。他是一名演员。对呀，我爸爸还戴眼镜。这是我的狗狗。哎，你们得介绍啊，你们不能说光在这。这是我的妈妈。嗯，对。你喜欢狗狗还是喜欢你妈妈？拜拜，老公。他老公。你老公，是你老公啊？大卫不可以，大卫不可以。知道你有。这个是大卫不可以的书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你说对不起啊，你说我不是故意的。哦，没时间跟你玩。对不起，我就一直不跟你玩。你说个对不起那么难吗？你这样的谁喜欢你啊？你这撞人家你都不说对不起的，你都不道歉的。那你别喜欢我，你去找外婆去吧。是不是你把妹妹给磕着脑袋了？你这撞人家你都不说对不起的，你都不道歉的，妹妹也不会喜欢你了。你答应我好不好？姐，你跟我说干嘛？我现在抱你过去，你跟妹妹说一个好不好？好。嗯，那对不起啊。说对不起，他也跟你好。好。你不说是对不起，我就跟你闹了。是吧？哥哥是特地来要跟你说对不起的呢，是吧？你说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呦，好大方！妹妹给你玩。坐一坐。